上班感觉太累了，不知道老公做什么饭，帮我看看。我叫科米人亚艾拜，来自喀什扎雪县，是一名餐饮工作者。我觉得我的家庭幸福美满，有两个特别可爱的儿子，老公也在做生意，平时闲了也愿意帮我分担家务。不过我也想有一些改变，在一个新的时代，女人也应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。我们嘉许县是一个电子商务示范县，周围有很多做电商的朋友，我也想开一家淘宝店，家人都很支持我，让我更加有信心了。我开始了解开店的流程，去咨询快递，在众多的快递里选择最合适我情况的快递公司。线上线下，增加物美价廉的优质货源，挑选有保障的化妆品品牌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通过朋友介绍，我接触到了咱们嘉许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，他们是一个特别大的电商平台，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希望我能加入他们，来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想法。